来练习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用谁来打嘞？各位，我们今天用谁来打？我想要用一个不可能力量最少的来打，各位你们觉得有机会过？我们今天用个反差一下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找个力量最小的，这边有 68， 看有没有更少的，低于68的有没有？目前没有，好，看一下兄弟里面这边有没有低于68的，看起来应该也是没有。金刚队里面有没有低于68的？哎，63哦，黄高俊63，庄景赫也63。好，各位，今天我们就用黄高俊好不好？黄高俊来打全垒打，力量最差的来打全垒打。我们来玩一个反差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吧。小熊球场，黄高俊对上杨灿忠，重点还是金球啦。各位，你看一下他的缩框有没有看到？这么小一个，哎呦，各位有点难打哎、欸。我以为台闽队的都有机会，但是我发觉有点难。哇，糟糕，挥不出去了。太难了 ！Alright， 哎呦，新股东，又是新股东 ，YUHJNM123， 各位金球，哈哈哈，错赛啦，出不去啊！各位，我尴尬了，我真是白痴哎、欸，我为什么要去选力量63的人？自以为啊，各位，自以为啊。A 推，这终于有一个了，但是重点是金球可能是没有。谢谢新股东嘞，唱名一下啊、哦，新股东是什么 ？YUHJNM123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各位金球啊，哎呦，还是没有嘞。欸、明明这个有啊，这打得不错啊。一定要大顺时才有机会。各位，借由这个实况，我必须要跟各位呼吁一下，千万不要白痴到哦，想说自己力量很强 ，timing 很好，选一个63的来打，漂亮吼！瞬时总算有一发了，黄高俊的确是有难度的，我跟各位讲，这的确是有难度的。一轰，一个球，一个选手卡十张，四支全垒打。对不起各位，我在这边我慎重的一鞠躬，跟各位说声抱歉，你们浪费了2分钟的时间，用力量最少的来打。那是打屁呀、啊！真是不好意思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最后我几轰啊？四轰我去死哦！欸、不要各位不要拿生命开玩笑啊！所以我最后有打四轰吗？我有忘了。Terry 990312，老板四轰我去死，我刚四轰了，麻烦你哦，不要死，你订阅就好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完全得打。讲真的，你还是要派力量型，好不好？不要不信死，借由我这个实况，让各位，哦，让各位来看一下。我们来看看，如果今天你是用贝比鲁斯，力量102，那整个感觉就是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再打一次啦，因为毕竟我们还是需要一些道具嘛。贝鲁斯 VS Wilson。哇，各位，差距太大！你看一下那个框啊，力量框真的差太大。这个打全垒打对贝比鲁斯来讲是一个轻而易举。有没有人要来跟我差一下全垒打支数？有没有人要来跟我差一下？
糟糕了，我已经漏掉一发了。进球！哎呦，哦，我今天的 timing 不是很好哦，今天 timing 不是很好。老板29轰，我定8年。29轰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要跟我赌什么？重点是要赌什么？30轰就订阅，29轰订8年。我跟你们拼了！啊 ，Cup， 他投个变化的滑球进来。啊，有界外拳呢，打要求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威神球速还蛮快的？哇，糟糕，错赛了。漂亮了，进球打到球。照这样子看来的话，我觉得大概是七八轰。猜球，猜球。哇，又漏掉了，糟糕了。12轰。哇塞，13，呀，又被吃一个了，啊，哇塞喽，14。啊！被吃到了，被吃到了。最后15轰，好弱，15轰而已。15轰可以什么？啊，这什么烂的奖品啊！20人抽，这能看吗？这个东西。好啦，各位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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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我们再来开放一次，我用黑洽跟各位赌一次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以20轰当一个基准点，好不好？如果我达到20轰，你们觉得你们要怎么样，好不好？20轰，如果我25轰，我就抽三个小夜灯；如果我20轰，我就抽一个小夜灯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可以吧？我这样子，我是用一个什么？我是用一个以物换物的一个概念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如果我到25轰，你会订阅的。如果25轰，你们就订阅，就是你要跟我赌的话，你就要订阅。如果25轰，你就订阅。
有没有要跟我赌？如果我25轰，那你就要订阅；如果我没有25轰，我就抽三个小夜灯，要不要？这样算赌博吗？也不算赌博，这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规定。我进25轰其实很难的，25轰真的是很难，25轰真的是蛮难的。好，老板25轰，你就订阅加一。如果你要跟我拼的话，好不好？25轰，订阅就加一。如果我25轰我没有到的话，我就抽三个小夜灯，可不可以？要赌的是不是？要赌的，麻烦股东帮我确认一下。那些还没有订阅的，要赌是不是？确定吗？各位，25轰其实很难呐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不是在强迫你们订阅啦，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男人之间的承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各位，25轰很难，对不对？真的很难，我不骗你，我告诉各位，因为我最多也才27轰而已，真的，所以25轰真的很难，不要那个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要赌，对不对？来，如果我没有25轰，那我告诉你，我要用谁？告诉你各位，我决定了，各位就是恰恰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恰恰了，来咯。但是25轰，我要搭配了一个这个风速，看一下啊、哦。再加一个力量加二，打击手套就不用了。各位，这是一个男人之间的对决，好不好？25轰哈，来 ，Lady， 我来认真一下哈，做做伸展，算是热身了。好，来准备了 ，Lady，Go， 开始哈，25轰哦。看一下投手是谁？天使队哦，天使的球场，天使安纳汉的球场。投手是谁？史奈尔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好的开始哦。拉三连三，碎，拉四连四，保持得非常好，进球，很好 ，OK， 各位拉五连五了。哎呀，这球没有！我靠，被吃了！没关系，六球啊、哦！哇，这个漏掉了，这直球怎么会漏掉嘞？哇哈哈，这一球也没有，靠，错塞，哇，不足了，怎么办各位？输啦，不放弃，放弃啦。25轰，碎，
注意哦，哦，十发，十发了哈、哦。金球等级变提高，碎啦！碎啦，碎啦！碎碎碎碎碎，啊！被吃了，血！啊！又被吃了，他奶奶的！十五轰啊！干，二十五轰真有难度，真的有难度。后面都猜到是有机会。十六。机会有机会啊，还有十轰而已，现在才十五啊！被吃了，被吃了！我看十七、十六，先拼二十啊！先拼二十，下下下下！啊！哇靠！啊，没了，被阴了，被阴了 ！shit！ 各位，我猜下面他通通都同上面。再读一次啊！要不要再读一次？啊，被阴了！我跟你讲，球场，各位再让我凹一次好不好？再让我凹一次，各位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请问一下，选哪个球场最小？哪个球场是最小？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？有良心一点啊！哪个球场最小？洋基球场最小吗？再一次是不是？再一次是不是？洋基最小是不是？选洋基吗？我就用贝比鲁兹在洋基球场再跟你赌一次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跟你讲哦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这一次二十五轰的话，二十五轰哦，二十五好不好？二十五哦。如果这一次二十五轰的话，我们刚刚的那三个小夜灯就抵消了，哦，就是抵消。那如果我没有到二十五轰，我们就加码抽五个小夜灯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这样可以了哈、哦，各位，好不好？来，我跟你讲，这次哈、哦。打击手套，力量我全按了，林州嘛赶紧比啊，来咯，所以一样哈、哦，二十五轰的话，你就是要订阅了哈、哦。洋基球场贝比鲁斯万事俱备，我再拼一次了，好不好 ？Lady Go， 二十五轰哈，二十五轰。Play ball。史威夫特红卡 ，Swift。Good，Good。洋基球场就是往右外野打就对了，非常好。而且他的投手天气是被磕到的。Good。
要亮啦！对，我感觉25是有机会的，你们要被我通杀了。睡哦，睡哦。Cup 掌握到胜利的几率就会提高啦。目前连六拉六，所以连七拉七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25是非常有机会啦。啊，这个应该会过的说啊。睡啦。进球！哎呦 ，timing 不对，落掉了，非常好，还是有机会的。时轰了，开始拆了哈。11，啊！睡啦，拆下面，哥喜欢下面。13，各位。三轰了啊！上面，水猜到了，哦，14了，上面，啊 ，shit， 哇，不要阴我，哎呀，都死了 ，shit。哇！连续都是两球，15，还有没有机会？16、17、18、19，哇哟，好难哦！啊，又被吃了。16。17，18，目标先二十，19，还有机会，各位林总嘛，赶紧拼啊！19。不能输了，现在不能掉了，叫，这球有没有？20有，再四轰，啊！被阴了，21，啊！被阴了，被阴了。被阴了。好了，算了，被阴了。刚被阴了，四球，没有猜到。我只能说狱卒啊，好啦，5个就5个，要你们订阅哦，有够难的。
25个真的很难呢，各位。啊。